美军机又一次夜探广东沿海，简直拿无辜生命开玩笑。为何说这一次极为危险？敬请关注。近期，美军对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侦察更加频繁。最近一次是今年8月5号，美军派出一架 E-8C 联合型侦察机到中国广东沿海进行侦察。据《南华早报》8月12号报道，一名军方的消息人士和多名观察人士警告称，美国空军在中国海岸附近执行的抵近侦察行动，给在南部海域上空飞行的客机带来了风险。据该报披露，美军此次进行侦察的方式极为危险，竟是将其侦察机伪装成民航客机，并会跟随着正经的民航客机一起飞往中国空域。这种以民航为掩护的做法，在中美日益紧张的关系前提下，无异于绑架无辜老百姓的生命，给美军当牺牲品，更会引发民航客机被误击的严重事故。美军这招不可谓不阴险，简直是拿无辜生命开玩笑。这并不是美军第一次干这种事了。有记录显示，美国与以色列将军机伪装成客机已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。例如，在中东地区冲突中，美以更是数次采用类似手段对叙利亚发动跨界空袭，也多次将战机进行编队伪装成客机，骗过叙利亚的防空识别系统。要说中东地区间发生的冲突，可能由于力量悬殊太大，在国际上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。但是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南部海域，恐怕局面就难以控制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美军机多次无视我国警告，频繁侵入我国附近海域，对此我国早已有言在先，如果美军无视我国警告，必将高度戒备，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。关于美军军机如此高的侦察频率，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负责人胡波表示，这背后的因素可能是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有关，因为美军舰艇经常发生群体性感染事件，导致水面舰艇不足，因此可能加大了航空侦察力度。鉴于最近一次的美军机抵近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，可以说美军再一次突破了国际道德底线。这方面由专家宋中平做出军事层面分析称，使用以民航飞机为基础研发的军用侦察机平台，不仅节省了成本，还有助于开展侦察任务。他说，几乎所有改装自大型客机的侦察机都不携带武器，但他们将收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，可能对中国军队造成直接威胁。不过好在这架美军侦察机的伪装身份还是被中方识破了。